day with the t-shirt in white to stay. Keeping spinning my mind, you made me feel like dancing in highway. All happiness goes away. The red, yellow, green and purple, all colors in my dreamland. Tennis, baseball and swimming pool, we will play them together. I am here and I will stay. Can you hear my heartbeat loud? Like a rabbit passing by your window is another way to hello. I am here and I will pray. Can you feel it in my way? Like a rainbow, follow the rain and storm. Sunny day never go. Similarly, the solution has been injected for 48 hours within coating remains table. Pythagoras number 23, injection to the simulation vascular 01, 2 units. Obviously, the surface activation enhanced silk fiber and film coating can isolate blood from the magnesium alloy stand to ensure completed supporting structure to the blood vessel after the stand is implanted. When revascularization of blood vessel is completed, the supporting function is not needed anymore. Then we can use special enzyme to hydrolyze silk fiber and film coating to trigger magnesium alloy stand degradation and absorb in vivo. The stand which has completed the support mission will not remain in the body and become a foreign object. Uneven stand degradation may lead to stand collapse ahead of schedule. Our non-uniform coating in the key area of structure can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structure. Frank, we did it! Good job! Yes! We did it! God! Yeah, 我没想到啊，太好太好！啊，我终于抽到气。好，准备回家了。Frank, put it down the car, please. Professor should have talked to you about staying here. But in order to keep you awake, forgive me to talk to you like thi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it? Don't be kidding, Frank. I've told you, I will bring a new material back to China. You can ask for anything if you choose to stay. Nothing is better than home. Good. Frank! Frank! Frank!
没有吧，就是在那儿。不，不行，太高了，我下不去。哎呀，你放心吧，我这每次我快迟到，我就是从这跳下来的。我8岁就开始爬树了，我有经验。来来来，不害怕，我接着你来。哎，怎么这么倒霉啊？把梯子都弄倒了。你要不然这样，你先去吧。我这实在下不去，万一你迟到了答辩取消了，那可不行。你先去吧啊。那你扶好啊。 我速战速决，我半个小时之内我就回来接你。行，你回来之后给我带个梯子，我爬下去。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带梯子，保证你安全着陆。我走了啊，加油！加油！下一位，材料一班白林静同学到。不好意思啊，向老师。 快进去吧，子琪。各位老师好，我是材料一班的白玲玲。今天呢，我的论文题目是一种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我知道他，成绩还是不错的。 我记得你大二的时候，不是说要考我的研究生吧？怎么样，考了没有？嗨，不考了。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现在呢，我就想赶紧毕业，工作赚钱。哦，你倒是挺实在啊。好，开始吧。好。 我的这个论文呢，主要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聚合物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制备。通过这种制备方法，可将材料的导电性提高1.5倍。 这个数据是错误的。你引用的是2013年的文献资料吧？但现在已经是2017年了。关于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研究日新月异，所以本质上，我觉得研究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这都是最新的材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刚才说用这个制备方法可以使材料导电性提高1.5倍，是吗？啊，没错。但事实上是提高了3倍，你的数据是错误的，自然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无效的。教授。 这个呢是本科生的毕业答辩现场，这位先生的出现严重干扰了秩序，我建议请这位先生立即离开。是我邀请他来的。原则上，毕业生的论文答辩确实不应该让无关人员进场随意发言，但他是咱们学校材料学院的博士生，也算是你的直系师哥。师哥又怎么了？同时，他也是你这篇论文。 引用文献的作者杨兰航。哎呀，玲玲怎么还不回来呀？幸亏保安一直没有过来。是关肖玉学姐吗？ 谁呀？我看起来年纪这么大吗？需要叫我学姐？没有，学姐看着比我还小2岁呢。潇潇，潇潇，潇潇，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呀，当然记得了，就上一次在酒吧，哎，好巧啊，在这遇到你。上在酒吧，多亏了你。本来想着你就要毕业了，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啊，对呀，真的太巧了，你真的不知道我在这见到你有多么的开心。嗯，要不然，先帮我拿个梯子来。 理论上来说，数据错误导致结果无效，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也确实不能通过。你是他论文的指导老师，你怎么看？我印象上一稿他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可我已经让他回去修改了。怎么到了答辩这又回去了？是不是论文拿错了？越是往社会输送人才的节点上，越是不能松懈。 不管是拿错了论文，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错了就是错。这个论文不能通过。白琳，你没事吧？哎呀，我自己也觉得没事的，应该改一下就可以了。那快点走啊！拜拜。白琳，您同学，刚才。 刚才真的很抱歉，白玲玲可以进去了。白玲玲同学，很抱歉，你的论文答辩结果是不通过。这是我们答辩小组经过认真讨论共同得出的结论，回去改论文吧。 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教授，那个白玲玲，哎，别担心啊，你要做的没错，咱们搞科研呢，就是要坚持唯一的真理。他的数据错误很严重，说明他的态度不认真，需要反思。说好了速战速决的，怎么办？不过也对，要不然就没有那个小帅哥的事儿了。哎，你知道吗？那个小帅哥长得是真的挺好看的，嗯，跟我吧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不知他是真认识我还是假认识我。 哎，不对，我觉得我这么聪明的猜不透他，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儿东西。哎，回来了，明月。哦，他着急上厕所。哦，好，怎么样啊，你卖的？还不错，生意挺好的。不是吧？洗脚盆你也拿出来卖？哎呀，学弟妹也要洗脚的嘛，别耽误做生意啊。这本书多少钱？这个，等一下。 这不是琳琳的书吗？是他的没错，但是他拜托我卖的。不可能，你把他卖了，他都不可能卖那些书。是真的，是他说咱们这宿舍不是住不了一个月了吗？然后他又没找到落脚地儿，这些东西都带不走，就拜托我卖了。那这些书也是他省吃俭用好几个月才攒下钱买的。这书还卖不卖了？哎呀，不卖不卖，你把他书给我吧。好吧。 这个，都给我。那你加油卖吧。好。人呢？干嘛呢？我想洗个脸。 不是吧？学校说了，下午2点钟就停水了，现在还有水吗？你要不要去我那洗脸呀？ 需要营养，这做的什么呀？这人吃的吗？奶奶，这个饭它就谁奶奶？我有这么老吗？大姐，我们这个饭是专门的营养师给搭配的，荤素得当，营养均衡。你看，别人都是那么吃的，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过去也是大户人家，就是烧个茄子。 那也得用鸡汤小火慢慢的煨着，这什么？
那咋还要饭菜？拿走拿走，不吃的啊！吴春华，干什么呢你？你差不多得了。不好意思啊，胡小姐，那个又给你添麻烦了。哎，快走快走，你看好了啊，一动没有动，别给我乱算钱啊！谢谢你啊。 拿走吧，不好意思啊。我也吃完了，谢谢。不好意思啊，你看着我，吴春华。 干嘛呀？你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吗？大老远的把我给叫过来，这叫小事儿。那顿饭我去问过了，一天就50块呀，你说我能吃吗？哎，一天50块，一个月光吃饭就是1500，那疯了！我就退掉啊。1500就1500，我退了你吃什么呀？哎，你总不能天天在这吃馒头吧？嗯，我这个馒头配上我这。 茄子酱，不要太好吃哦！你一定要尝一尝的。我不吃，你吹，我不吃。丫头吃的不吃好点。好，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这是什么？吃不吃？不是，你是从哪来的呀？你这刚不让人把饭拿走了吗？你从哪拿了鸡腿啊？他茄子酱跟人换了呀。你不是最爱吃肉吗？ 又是实习，又是毕业考的，你这人都是我的，真的，你瞅你。哎呀，我不吃，我才不信有人要你的茄子酱。这丫头就不吃好歹，不吃拉倒。嘿嘿，我留着当夜宵，慢慢的吃。啊，是一个劲儿吵死了。哎呀，你别天天吃这些东西啊。 我一会儿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你回头有事儿再给我打电话。能有什么事儿？反正再熬个几天，我一会儿老家了。你说什么呢？你不能回去。为什么？这没病也别出病来了。反正你现在不能回去，我跟你说啊，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心脏方面的专家，我号都给你挂好了。 你怎么着？你得看完之后，你才能回去。就是你自己想自己。放心，外婆我的命硬着呢，绝对不会像你妈那样撒下你不管的。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先去洗手间了，回来我再教育你。 给力了，啊！儿子，哈哈，想什么呢？看哪！妈，你看这个动画片里面的角色，每个人身边都有一对伙伴或是好朋友。嗯，所以我也想交个朋友。哎，好啊，你早该这么想就对了。 别像你爸似的，整天待在实验室里，整个人都呆傻了。没事了呀，就跟朋友们出去多聊聊天、吃吃饭、喝喝酒、看看电影。哎呀，其实感情都这么筑起来的，对吧？好。主要呀，是你自己内心里打开自己。嗯。明白了。明白了。嗯。什么？答辩没有过？ 难怪他今天这么难过的样子，为什么呀？你知道原因吗？谁？
你告诉我他的名字，我来查一下到底是什么来路啊！这么厉害啊，还……哎呦，我的天哪！杨能好吧，杨。不是吧？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才26岁，就已经拿到这么多奖了，这完全就是个天。干嘛呢？没事，我说这天，你今天还好吧？我挺好的呀，有什么不好的？那答辩怎么样啊？我就说吧，我呢在学校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你看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啊？你这外婆也接过来了，疗养院也得花不少钱吧？你这要是拿不到毕业证，之后实习转正都很难的。你现在辛辛苦苦了一个月，加班熬夜，熬夜熬的身体都坏了，可不能功亏一篑啊。我是这么想，明天我一早我就去蹲老蒋，然后我就声情并茂的，我去跟他，哎，求求情，看看他能不能通融一下。他要是不行的话，我这实习真的就白干了。不会的，我觉得肯定行。哦哦，那你身上还有钱吗？我跟你说，我最近小说卖的特别好，赚了特别多钱。你也知道，钱放在我手上很容易花完，要不然先放你那去。关小玉，我跟你说，你要是赚钱了，我为你高兴，为你骄傲。你这钱自己留着花吧，你给我干嘛呀？你放心吧，姐姐有钱呢。真有钱。我想看一下，哎，是吧？我看一下。姐，你干嘛？你真的？哇，这么多钱！什么年代了还留现金啊？哎呀，不过有钱就好，有钱就好。哎呀，有钱就放心。哎，玲玲。美女，我手机没电了，能不能借你手机打个电话呀？要不要一起兜风啊？哎，哎，这车不是我的，那车才是我的。喂。租的那个房子，你干嘛花这么多钱给装修成这样啊？这一会儿就是咱们的房子。
不过我妈只给我付首付，每个月贷款还得自己还。但是我给你看个惊喜的东西，咱们呢？等一下，关小雨，什么？咱们的家，我的房间，你在说什么呢？哎呦，咱们不是要毕业了吗？要从宿舍搬出来住了。你与其租别人的房子，你还不如租我的，顺便帮我分担一点房租，怎么样？你放心，我一定会算你便宜的。关小雨，不管你再怎么说，我都知道你就是为了让我心安理得的占你便宜。我跟你说，我不干。哎呀，你先别急着拒绝吧，我这房子真的很好的。哎呦，你那么会做饭，我还可以跟着你蹭吃蹭喝，我想想就觉得幸福。我不想一个人住，晚上怕被你陪我吗？哎呦，别，行了行了，你别跟我撒娇啊！我问你，你这个房贷一个月多少钱？哎呦，说真的，我们俩这种交情，你要非要跟我谈钱，那就矫情了啊！你呢，就安心住下来。啊，要不然这样，水费、电费你全包了，可以吧？嗯。还有，以后如果有人敲门，你必须帮我开门。你呢，要成为我那些前仆后继的追求者们的第一道人肉长城。说什么呢？不行不行，我还是给你2000块钱，我心里。我就这样了，就这样，我太开心了。好了，就那么说定了，走，我们现在就回宿舍。今天就搬啊？今天就搬，我怕你反悔，现在就得搬。你绝对对我图谋不轨，我跟你说。我没有。这样，我先去换身衣服，我这个衣服穿了一天了，就这么定了。去去去。嗯，真的谢谢你啊。我先换衣服，我先换，别走啊！你在这等我啊！别我一出门你不见了，等我啊！我马上。银行请来用。谢谢。真坏啊！真坏啊！你说这一幕要是早一点发生该有多好，那么漂亮一姑娘就这么错过了。你在说什么？没事没事。你知道吗，小姨今天给我打了半小时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说你身体不好又坐了长途飞机，让我好生伺候你，多吃点这个。她知道我们要见面，她没有暗示你说也想跟过来啊？暗示了，我假装没听出来。哼，要你准备的东西你带着呗。给。营业执照、合同章、公章、法人章，还有回执单都在里面。后面还有一张物品交接单，方便你回去的时候清点和收纳。再给你看一个好东西。你看，这是我给你找的办公地点。你看这个环境，这个楼梯是不是很有质感，非常有格调？不用给我看，你喜欢就好了。不行，这是你办公的地方，你还是得看看。妹妹，是你办公的地方，你喜欢就好。什么意思？我跟尹凡其实已经投票决定了，就让你来当公司的总经理。原本投票说想叫上你，但我们才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嘛，不需要多此一举了。亲兄弟。算计我，两者多劳了啊！真是欠你的。那，这是给你租的房子的门禁卡，一会儿地址和密码发你手机上。我是搞不懂你，明明早就想好搬出来住了，还非要给小姨下套。不然我妈也不会答应啊。而且我也没有撒谎，我确实是想交个朋友啊。你是该多交点朋友，都没有朋友。女朋友。你说什么？你这个怪胎要谈恋爱了？你是不是有认真研读我送给你的那本恋爱笔记？哎呦，你们今天就搬啊？还有什么不要的都给我留着啊！好。哎，
不是吧，白琳琳，什么时候背着我要考研呀？嗯，什么书啊，我没见过，不是我的。你的字迹我能不知道，还想骗我？嗯，白琳琳，我爱你。白琳琳，我爱你。怎么样，喜欢吗？我知道，我知道岩壁的事情对你来说打击挺大的，不过没关系，我现在已经拿到世界500强的 offer， 就算你拿不到毕业证也没事，我可以养你啊。啊，玲玲，请你相信，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玲玲，我真的真的很爱很爱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不好意思啊，我之前就跟你说了，我真的不喜欢你。可你一直说你想找个踏踏实实的人在一起啊，那个人不用很帅，不用很有钱，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听到你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很确信，你也是我一直梦想要找寻的那个灵魂伴侣。我知道，我确实说过这句话，但是我说的那个人吧，他不是你。可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啊，不是吗？你的这所有的想要的这些条件我都满足，我都符合，我难道这样不足以让你喜欢上我吗？你真不是，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喜欢你。那个，我先走了，这个蜡烛这个火吧，你一会儿记得灭了，不然不安全，我就不帮你烧了，就挺尴尬的，不好意思。恋，网恋不靠谱的。任何一种模式的爱情呢，都有它成功或是失败的概率。就像有一些人会在网络世界找到真爱，而有些人会在现实生活中单身一辈子，这是一样的。单身就单身，谁一辈子单身呀？哎呀，反正我就喜欢他嘛。可你都没办法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人。那跨物种的爱情也挺美好的，只要是他就行了。但你不也说了吗，人家都把你拉黑了，说不定早就交新的男朋友了。不会吧？怎么不会？我问你，你回来这么久没去看一眼？看了。怎么样怎么样，是女的吗？好看吗？女的。就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嘛。我就知道，见光死是不是？我有经验，这网恋90%的结果都是这样。况且你这又是初恋，成功的概率就更低了。没事，啊。就感觉不一样啊。你说这现实要是跟网络一样，谁还上网呀？手机给我。你要干嘛？给我。那。嗯。你也别钻牛角尖了，人家不都是把你拉黑了吗？你就试试这个。如果你们真的有缘，老天自然会安排下一次相遇。这软件是我一打游戏的哥们研发的，大数据匹配，分分钟找到你的灵魂伴侣。这内测呢，他给了我个邀请码，我想说我也用不着，给你了。哦。
谢谢。这个是放这儿的，谢谢啊。哎，好了，谢谢啊。没事。天哪，这么多东西啊！看来一趟是拿不上去了，要不然这样，我先上去搬个车下来，你在这看一会儿。行吧，去吧。行，那我拿这个。慢点啊。涵涵，找到了吗？哎，欧阳，我好像有点迷路了。学校附近那几个老小区都长得挺像的，我过去找你吧。不用了吧，我再绕一绕吧。那好吧。听我解释嘛，玲玲。我已经跟你说的够清楚了，请你立即离开。不是玲玲，我知道是我不好，我太着急了。你现在不喜欢我不要紧啊，感情都是可以培养的嘛，我们可以慢慢来，只要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我觉得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请你走吧，谢谢。白玲玲，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多大了，你还搞网恋那一套？那个什么，永远有多远？你知道他是人是狗吗？啊！你居然为了他拒绝我，知道吗？你怎么知道永远有多远？你忘了我是学什么的了？啊！我可是计算机系的高材生。况且你还那么喜欢把你的聊天记录存下来，还上传到网盘，你难道就不怕被别人看到吗？所以你黑了我的账户是吧？你学计算机就为了让你干这种龌龊的事情？你清醒点吧，你跟他聊了6年了，他要想来见你的话早就来了。网上说的再好听，那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玲玲，你睁开眼看看，干什么？你睁开眼看看，在你身边的人只有我。你干什么？你是我的。你干嘛？你跟我在一起。你干什么？我真爱你。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白玲玲。算了，人家有喜欢的人。你想不想看他们聊天记录啊？我发给你啊。明浩，你皮痒是吧？算了，报警吧。怎么，怕我发给他看？我以前只是不喜欢你，但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恶心你，看不起你。我不报警不是因为我想放了你，是因为我不想大半夜的浪费时间跟你一个人渣去派出所。滚！还不快滚！滚啊！
谢谢江明浩。没事了。I will give you one last chance. Frank! Frank! I must go back to China. Someone is waiting. Good. Frank! Frank! I even think how good it would be if you say yes. Finally, yeah. Oh, Professor, I want to see you. Okay, Professor, follow me, follow me.希望你梦里有一片温柔心。